辦合製作係環星娛樂嘅。我哋今次嘅演唱會嘅總監就係張國榮先生喺張山嗰度。咁誒，仲有經過領導啦，就招有位先生，音樂領導李平雲先生，同埋一眾嘅音樂師傅阿婆，辛苦你啦。咁亦都要多謝就係文化中心音樂廳嘅所有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啦。咁最後最緊要多謝嘅就係在座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哋今晚到嚟嘅支持同捧場，感謝各位，多謝多謝。希望大家保重身體。